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杨幂。最近用话筒叫杨幂不是超级火吗？嘿嘿，看看我身边这个杨幂能否对接成功。对接成功，并且又是小蒋粉丝的宝贝，直接给他安排1000单币。杨幂，杨幂。很遗憾，这只杨幂不懂我的意思。滚啊，骚羊，懂不了一点。来把撕牌试试水。我靠，你放学回来什么时候入场动画这么帅了？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这菜鸡居然在舞台中间蹦迪，你出场就是显眼包，太矮了。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？匹配到了神仙队伍，竟然有3只闪电狗。决赛也是逼格，直接拉满。在隧道大屏幕上会显示自己名字，蛋仔这是开始卷了吗？可恶，队友居然被机器人打下去了。不行，我要伪装成敌人的队友替他报仇。好家伙，又被机器人嘎下去一个，气得我厨艺熏汤，直接退游。加蛋们，这次居然还更新了乐园界面，进入乐园给我惊呆了，这个界面也太帅了。每个人打字的对话框会出现在人物上方。蛋仔的这次更新你给打几分呢？无论怎样肯定是100分吧，这次更新的也太满意了。虽然更新的这么豪华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杨幂迪蜜，然后我就在岛上四处找杨幂，一连串问了8个，一个都没有对上暗号。哎呀，我这1000单币是送不出去了吗？这个蛋仔岛更新了很多，画质也变得更好了，出场特效更是没得说，但仿佛失去了以前原有的快乐，莫名有些失落。难道蛋仔回不来了吗？哎，换个杨幂给自己庆祝庆祝。就在我 emo 的时候，有个蛋拿着话筒走了过来。等等，他这是在跟我对暗号吗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有默契的蛋了。老婆们，小羊最后一次返场喽！不知道你们都大保底抽到了没有呀？好的，让我看看是谁跟我这么有默契啊！大傻蛋，快点，麻溜的，你小蒋说到做到，给我1000单币。我可没说，再去吧你。跑你大傻蛋，不听话是吧？我直接跑下你，跑去跟大逼嘎绑定亲密关系。什么还不服气？直接请来吴小芝惩罚你。怎么样，现在服了吧？知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？我不应该跟你去。好的，是一点没有认识到错误呢，继续加大力度打。打不着打不着。哎啊，救命救命，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，别打了。还能说话，看来是力度不够，加大力度继续打。一岁比爸爸大，爸爸死了。一岁比爸爸大，爸爸又死了。两岁比爸爸大，丢死了。七岁比爸爸大，爸爸穿傻逼了。20岁比爸爸大，老了把你眼踢光。30岁比爸爸大，死了。40岁比爸爸大，死了。50岁比爸爸大，爸爸翻了。60岁比爸爸大，死了。70岁比爸爸大，比时代大还挺难当。80岁比爸爸大，你老蛋三难休哦。90岁比爸爸大，你自己改我。100岁比爸爸大，爸爸鸡鸡背开包了，然后爸爸死了。是春天的气息。我又来了啊！我去，一发失联处隐藏，这不单是失联还是有点用的。一个视频教你如何失联处隐藏。我玩这个不呢。听说在大厅吃臭袜子、放屁耍帅可以抽到隐藏款。蛋仔刚更新就有这么多新皮肤了，以前一有新皮肤大傻蛋就会送我的，可现在我的好友列表已经找不到他了。这岛这么多土豪，有电瓶车，大佬可以给我坐一下吗？不可以就不给你坐。要是大傻蛋在就好了。小蒋敢不敢挑战找大傻蛋复合？要是成功了，给大伙发蛋仔喜糖红包。这行，发多少红包我都愿意。可我换了10个岛都没有发现他，要是有兔兔车能看到整个岛就好了，说不定能见到大傻蛋呢。好吧，这是我今天找的第18个岛了。难道大傻蛋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大傻蛋，他还
还是这么温柔。楠楠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有 S1 赛季皮肤了？快说，是不是瞒着我还有出租车？这个我还真有。给你个大嘴巴子，整的什么使出？大傻蛋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要不你就答应复合吧。宝贝们，同意小蒋复合的扣一，不同意的扣二。你看，有这么多粉丝期待，我不会嫌你白血病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给你10万弹币，并令你离开。什么？你以为我拿弹币就可以买通吗？大傻蛋，他这是想拿弹币来向我示好吗？不管了，10万弹币不愁白不愁，新赛季我来了，放战歌。先来个单抽，单抽出奇迹，我去，第一发就是紫光，我还以为我是刚毅爱人呢，不信邪，再来一发试试。刚毅，我谢谢你啊，这三个皮肤都好好看，随便任意出一个都可以，再来一发，又是蓝光，这回是太酷啦。刚毅，你该不会觉得我抽不到皮肤很酷吧？行行行，咱这次直接10连。刚毅，我赌大傻蛋10年单身出个紫光，谢谢你，可以可以，再接再厉，趁刚毅放水再来10连。这次我赌大傻蛋20年单身，又是紫光燃起来了。啊，怎么是个丑不拉几的眼镜啊？你不要可以给我的。再来个单抽试试，我小蒋就喜欢看单抽出奇迹。蓝光蓝光，家人们，怎么又是太酷啦？你刚毅是没有隐藏皮肤了是吧？给我出隐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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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了隐藏我就直播吃屎。再来个10发，我去，紫光，屏幕前的都别跑，让我吸一下你们的欧气。卧槽，隐藏天使，这也太欧了吧。等等，刚刚是谁说要直播吃屎来着？你们就当没听见啊。看看我这抽奖进度才31就出隐藏，我这运气太好了吧，不一会儿就直接拿下3款皮肤，去大厅给他们炫耀炫耀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太喜欢啦。既然你收下了10万弹币，那我也该离开退友了。哎，大傻蛋，后来的几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上线，难道他真的退友了吗？宝贝们，你们说怎么样大傻蛋才会答应我复合啊？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小羊。我玩这个我的呀。蛋仔又更新新赛季了，这波刚出了个隐藏洛西和新手册瑞拉，我直接拿下。给你们介绍一下正刚入手的后宫，真的爱和露西，正好不容易勾引到手。露西，我劝你卖的便宜些，漂亮是漂亮，贵是真的贵。正花1200弹币拿下，在乐园头上还有光，这美腿不穿鞋爱了爱了。还有要换小演员露西，外形长得像小羊，相貌可爱，是正花了200银子拿下，没少宠爱。然后是朕的白飞福福，花了朕300银两。不过这福福外表长得像老鼠，不匹配朕鸡块妹的身份，被打入冷宫。这远飞虽然是男子身份，却是朕的最爱。打巅峰滚动时还有非常炫酷的蓝色拖尾，跳跃和待机动作都有特效，有时候性别不用卡得这么死，深的朕的光头。还有这个拉菲，是朕的公主心肝宝贝，朕的最爱，也是免费拿下的，不知道哪个小聪明邮箱送我。看完朕的后宫，有想要的宝贝们可以留言，随机选几位借你玩几天。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电焊，那天知道大傻蛋真相后就立马去找他。不是，这名字修脚是蠢驴。最近是流行杀马特改名吗？咱就是说，你有在蛋仔被盗过号吗？真的是气死我了，看看他干了些什么。好家伙，用光了我的蛋币就算了，怎么还改我名啊？修脚是蠢驴，是哪个大聪明？大傻蛋都不认得我了，赶紧买个改名卡赶回来。不是，谁占我名？以后小蒋都是真名。床前明月光，我是无名氏。呦呦呦，这不是某某睡不醒吗？跟你粉丝一样蠢。谁允许你骂他们了？不许欺负我的粉丝。我在拍视频啊，没空跟你玩。然后他就开始犯贱，不是拿冰冻冻我，就是拿钩子勾我10次。那我去找大傻蛋换个刀总行了吧？结果他一路拿着咸鱼追着我打。你们有遇到过这种贱蛋吗？我一气之下打字怼他，你贱不贱？听不懂人话吗？然后他居然怼我说我真没素质。这蛋仔倒是大家的，让我看看你叫什么。知道你名字，小心我举报你。小蒋姐姐。不是，我这名字不会你改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亏我还相信你是我真爱粉，把账号借你玩。现在我是小蒋，你的粉丝都来加我了。大傻蛋也是我的。还有跟我一样的衣服，现在冒牌货越来越牛了。不是，你俩就还真好上了。我才是大傻蛋，我们一起开双牌。你俩这名字看着都不像。不像，你搂着他干嘛？
拱出去，拱出去，拱出去。行行行，带你俩四排。这还差不多，三个人凑不出一架出租车。不是，我怎么是榜一啊？这名字怪尴尬的嘞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名字蠢，实力还是在的。没事没事，大傻蛋是国服第一，失误个超级起步算什么？不是，我怎么过不去？没关系，凭借我的实力也是成功。来到了下一关，来吧来吧，我抱你们超级起步，自己跑吧，抱不了。没事，技术差，但我会传送。看，这不就过了？再接再厉，第三局过了这个就到决赛了。不是大傻蛋，你干嘛给我扔掉？我又给我单独送超级起步，看来还是爱我的。这国服第一大傻蛋的超级起步果然威猛，两个人的超级起步在四排，直接给我送到第一。果然，只要我过关了，进入决赛不是难题。啊！大傻蛋救我！还好我极快妹自身敏捷。不是吧？又来冰冻。对不起了，红裤衩。我要鱼底势不良力。然后我被自己队友引爆的炸弹直接淘汰出局，还能这么玩是吧？怎么只剩大傻蛋一个了？我相信你，果然是我男神最帅，带我上分！求求了，给你俩跪下了，放过我！不是你别跑啊，带我俩上分！我是小蒋，今天带大厅吃小蛋仔，然后因为没皮肤被大佬嘲笑了，谁懂啊？但就在刚刚，我按照他给我的方法，我的衣柜多了好多热门游戏道具，然后他还教了我怎么搞小说会员，让我追到了最新的连载小说。哦，对了，偷偷告诉你们这个秘密，爱看小说人的春天真的来了。现在只要你是移动用户，点击左下角就可以开通随心享权益包，每个月以上会员权益随便选。今天开通还有整整15G高速专属流量，刷视频看直播网速都快到飞起。另外还有高德地图20元打车券，百度网盘会员随你挑，不换卡不换号，只需15.9元每月，名额有限，想要的点击左下角填写手机号和验证码立即开通吧。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烤乳猪。美丽的小姐，滚出去！刚出的烤乳猪皮肤，居然有人一发就中了。这两天买了机票离家出走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居然收到了大傻蛋患白血病的噩耗，立马买了返回的机票，连夜从西安赶回去。好多粉丝私信过来安慰我，太感动了，竟然给我准备了惊喜。一上线蛋仔，我惊呆了，不是，我怎么变猪了？嘿，所有人给我站一边，因为超人强我要出现。是富婆粉丝给我送的超人强，希望我坚强。像我这种一天十个赞都没有的过气主播，居然还会有人给我送皮肤。谁说你是过气主播了？来屏幕前的真爱粉都给我老婆小蒋点个赞。千万别点，我害怕。谢谢你们，可我还是担心大傻蛋，他小时候的梦想一直是想成为像猪一样的大英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抽个猪猪侠送给他。也许看到猪猪侠，他的病情会恶化的慢些。前几天居然有好多人一发就戳了猪猪侠，宝贝们觉得修脚趾子不会保底的扣一，会保底的扣二。刚毅，我可是戳了648，第一发直接炸拿下，怎么是个不染色器啊？没事没事，毕竟我家男神可不是这么好抽的。对了，宝贝们，现在卸载快手服重新下载。刚进来时还是一个一级的信号，打开背包什么也没有。别急，只要退出背包重新进来，你就会看到。还不知道的宝贝们，赶紧去试试吧。妈呀，这都5抽了，不会真要保底吧？啊，心疼我的蛋币，刚毅我爱你。狙狙爆，狙狙爆，刚毅我恨你。没事没事，第二轮我有信心全部拿下，直接放战歌好吧，家人们，我就不信这次，没事没事，好好好，你刚毅这么玩是吧？这次不出我就不信假，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，直接出好吧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好，开天宝剑，猪猪开天宝剑，不是，这第三轮都要12的微笑币了，我就想问还有谁不是大保底出的呀？不过为了大傻蛋，这120的微笑币咬咬牙也过了。刚毅呀刚毅，天灵灵地灵灵，给我个狙击爆行不行？就不信了，都放战歌了，刚毅还不得给我点面子啊？算了算了，抢封闭也挺好的。看着我的蛋币从2000掉到了250，我就心疼。谁能想到第三轮直接保底，终于再花了我1500的蛋币，这次总可以出猪猪侠了吧？不过这贼贱的爱心眼镜勉强接受吧，又加价变成200蛋币了。超想问你们都是多少抽的猪猪侠，眼看我这不得又是保底，救命啊！你们到底扣了多少个二啊？这下好了，蛋币都整完了，天啊，还真的是保底260才出，宝贝们理性消费啊！当然我是因为想送大傻蛋所以才抽的，终于抽到了。我带着刚抽到的猪猪侠，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病房时，
这下小蒋离家出走，我们也不再需要演戏了吧？演戏？演戏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爆米花。你们还记得陪伴了我们十二个赛季的蛋仔岛吗？还记得第六赛季旁边有池塘的宝贝们扣一。那会儿我划着小船和大傻蛋在蛋仔岛第一次相遇，不过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。自从我不理大傻蛋一天挑战成功拿到10000蛋币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他。找了整个蛋仔岛，遇到了很多和他穿的一样的蛋，但是可能是我伤害了他，他一直躲着我。当初为了10000蛋币做出这种傻事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吗？第一赛季我们会伪装成蛋贩子在岛上偷蛋，可现在等等，下面那个穿搭是大傻蛋吗？是我。好吧，不是他。不是你拿咸鱼打我，你哭什么？哎呀，还是开一把巅峰吧。记得大傻蛋对我说过，要是我伤心就去巅峰找他，看看深夜运气好能不能偶遇到呢。他睡前都会开一把巅峰的。大傻蛋潮流度高，要是匹配到肯定直接霸榜。哎，又没匹配到，有点不想玩了。巅峰开局直接摆烂。就在我准备退局的时候，居然有个暖心的黑蛋直接把我抱了起来，还在公屏打字问我怎么了，见我没回答直接抱了我一路。居然会有人在巅峰凤凰赛在意他人的小情绪，那一瞬间我承认我破防了。看到他皮肤的第一反应，这不会是大傻蛋小号吧？还想用钩爪带我飞，我真的哭。你可真好。没钱买皮肤，穿得像劳改蛋也很正常吧。对了宝贝们，跟小黑蛋一样没钱买刚出的新皮肤怎么办？那还不简单，看一下视频左下角的链接，点击链接就有机会 get 同款。现在拼多多蛋仔手游专场有机会获得蛋仔派对专属礼包和10000蛋币，还有机会抽到天穹骑士皮肤。你们看我这10000蛋币和天穹骑士皮肤都是这么来的，直接实现皮肤自由，链接就在视频左下角，名额还有很多，赶紧来碰碰运气吧。他真的很热心的一直在帮我过关，要不就告诉他吧。因为我分手了，和他认识了三年大一认识的，那时我们都是蛋仔新手，每天跑图特别快乐。抱歉，我的情绪影响到你了。他真的全程在耐心听讲，还一直抱着我过关。以前他会为了带我上分偷偷熬夜练技术，为了送我蛋仔皮肤天天旷课跑外卖。是呀，带我出去旅行，生日送了很多礼物。不过我把他弄丢了，后来他成了蛋仔国服第一，就很少和我一起双排了。他的身边也不缺女蛋搭子了。他告诉过我心情不好就来巅峰赛找他的，可是我开了365把巅峰赛都没有遇到他。他的名字一直没改，后来我们没有聊天，认真打决赛，我又抱什么期待呢？已经找不到了，弄丢了就是弄丢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小黑蛋的实力很厉害，他的背影我却越看越熟悉，很快就只剩下我俩了。就在我准备与他决一死战的时候，他公屏上的消息让我彻底破防了。找到了，在我身边。小黑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吗？这节奏不要停，我脑袋里在开 party， 不晃都不行。Hello Mr. DJ， 这节奏不要停，我脑袋里在开 party， 不晃都不行。是绿灯，绿灯行。那黄灯呢？黄灯更行。正片多离谱，花絮就有多搞笑。不是七七，你怎么变紫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咋岛上这么多箭弹？旁边那个挡住你视线了，来个人暴走。开个戏，这么多箭弹来捣乱。我超往红绿灯的。没事没事，重新。不是，这挂机动效也太炫了，车都进不去。没事，我有办法，车到的时候你俩取消动作。跳舞演戏就来对撞是吧？看看杠没杠，哎呦，还活的继续撞。下一幕，下一幕。哎呀 ，DK 妹还没轮到你呢，快回去显眼包。小蒋，你逼逼赖赖狗，快演，信不信我连你也撞？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吃挂鸡蛋，就离谱。猜猜我发现了什么？现在说如何蛋仔交换浪漫，居然会有我和大傻蛋以前拍的照片。但是自从大傻蛋把大逼嘎认成我后，就算我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搭理我。你们有注意到我的蛋仔没更新吗？昨天梦见大傻蛋要和我断绝联系，今天居然噩梦成真了。可僵尸博士昨天刚答应我上凤凰就能恢复大傻蛋记忆一天。宝子们，你们说我该上分吗？最近失恋，再加上作品没多少点赞，半夜 emo 一个人开了把双排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会遇到七岁的国服宝宝蛋。好不容易到巅峰决赛，居然匹配到了猪一样的队友。去给我刀一边去，气死我了，这就去报仇。刚刚就是你吧，长得狗里狗气的冒牌货。出去，现在是凌晨2点，这么晚了还有宝宝蛋，还是个隐藏土豪。这段位凤凰蛋怎么有这么多隐藏罐皮肤啊，真是低估小学生了。半夜上个分，凤凰全是小学生，以前还瞧不起小学生，感情是我一大学的被小学生瞧不起。我连个蛋
蛋仔会员都没有，还没有出租车大天使，甚至蛋仔都不是凤凰蛋，但我上分豪这个可以有。开局看我操作好吧，快修姑修姑，怕我超级起步。我勒个豆，你对那个雨停了吗？情不中是吧？直接给敌人送超级起步也不给我送，还发表情，你小子知道自己报错人了是吧？哎呦，还赌服第一呢，这技术也不过如此嘛。呦呦呦，怎么跑在我后面呀？不会是某个小学生想加主播好友忽悠我说自己是国服第一吧？天文赛上分还不是得靠我？我要过关了。等等，那个七岁的小学生什么时候在我前面的？好吧，有两把刷子，第二把老样子，帮我超级起步。这丝滑的操作，不亏是国服第一，顶级的超级起步垫底过关。连宝宝蛋都对我无语了吧？啊，最讨厌这张岩浆地图了，这张图总是会被打下去。没想到他还挺有良心的，直接抱着我过关。最后一把，咱 BGM 走起，你搞偷袭，完蛋完蛋，被弹反弹了。哎，还好我是钢铁人，闪电修工给你个隐身。是你偷袭我吧，小熊？呵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我勒个豆，又搞偷袭，帅不过三秒。没事儿没事儿，闪电小狗，接下来就靠你喽。天哪，不会真是国服第一吧？这帅气的双刀直接带我上分。天啊，大佬大佬，赶紧出来加个好友。妈妈喊他下线睡觉，现在都凌晨四点了才睡觉。因为我在美国有时差。你真是宝宝大。那可不，我哥可是蛋仔全服第一大佬，做着一秒十个亿的生意呢。你哥一秒十个亿，怎么这么耳熟？你哥不会叫肖北吧？楠楠，你先别下线啊！我找小北找好久了。是小蒋，今天饿极了，在岛上吃垃圾。接下来这些粉丝宝宝蛋的对话让我彻底破防了。我小蒋姐姐从小没有妈妈，是哪个宝宝蛋这么可怜啊？最近因为你们开学，越来越多的粉丝宝宝蛋退游了蛋仔，粉丝群里的人也越来越少，甚至我发的作品连十个赞都没有。这么多宝宝蛋要退游，这就是你们上线说要给我看的惊喜吗？一上线蛋仔就看到了大傻蛋，他居然在撞上次欺负我的小贱蛋，可他不是说过不在乎我吗？哎呦，一个大主播作品连十个点赞都没有的就不要自作多情了，大傻蛋记忆错乱，他是不会在乎你的。不许你欺负姐姐。这名字是刚刚那个没有妈妈的宝宝蛋，谢谢你宝宝蛋，没想到他真的在摩天轮上等了我一晚。姐姐，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救你了，我要退游了，明天我手机就被奶奶拿走了，以后你一个人可以战胜僵尸博士吗？我彻底破防了，他还这么小，没有妈妈却会想着先来安慰我。姐姐别难过，退游的话我半字没提，抱着他带他开了一把天文赛，一起夺冠，一起上分，一起在蛋仔岛上看星星。姐姐等我考上大学就会回蛋仔的，我也是。有这么多宝宝蛋粉丝要退游吗？那你们现在多大呀？我5岁、7岁、6岁。还要好久。姐姐别难过，我们给你个惊喜。一打开邮箱我惊呆了，你们居然送我这么多皮肤和改名卡干什么？姐姐，我们玩个游戏捉迷藏。好。姐姐闭眼倒数10秒。等等，你们先别走，我知道你们是一去不回，你们陪我拍戏这么久，难道也要像大傻蛋一样离开我吗？虽然知道你们是因为上学退游，但我比你们更加不舍得。别躲了，出来好不好？姐姐开直播陪你们玩。你们快出来吧，这个捉迷藏一点也不好玩。找了好久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宝宝蛋，无奈开了一把电风扇。等等，这不是刚刚那三个宝宝蛋吗？他们不是说好了要退游吗？好家伙，在群里偷偷发消息屏蔽我是吧？但这样也好，如果是这样骗我也好，只不过我的粉丝宝宝蛋们和大傻蛋一样再也没有上过线，他们都退游了。宝宝蛋们，你们这捉迷藏藏得太深了，姐姐找不到你们，可以放点水吗？我会永远在蛋仔岛等你们的，就像等大傻蛋一样。我是小蒋，今天在大厅喝芬特西联名奶茶。自从那把电风扇大傻蛋给我让冠军后，他就不记得我了。不管我怎么去找他，他都不搭理我，甚至还删掉了我的蛋仔好友。我不喜欢，别跟踪我了。大傻蛋，我是小蒋啊。我说过我不喜欢。你先别走，我好不容易等你上线。有完没完？等你什么时候作品有3万点赞了再来。3万能不能达成就靠你们了，姐妹们。就在我勾搭其他男蛋的
时候，你只能是我的大傻蛋。你这是想起我了吗？哎，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罢了。那以后的乐园跑图也不邀请你了，找个帅蛋搭子陪我玩，他不想吗？这张超级新颖的双人解密图你们绝对没玩过，在我玩了9981次之后，终于找到了最快的通关技巧。攻略内容很干净一点，咱收藏不看到最后我都怕你过不去。接下来需要记住我所说的每一步，赶紧艾特你身边最聪明的蛋搭子一起来学。看这图的通关率这么低，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难。开局先来到角落，拿到这个梯子，用力过猛，直接把他从异世界给拉过来了，纯属 bug。用梯子帮助帅蛋搭子上去按按钮，这时会掉下来一把扫帚，需要拿着扫帚在电视机前扫一下。这里我为了赶进度，直接记住了密码，按照这个图案旋转好，卧室的门就开了。不过这个时候蛋搭子还出不来，咱们就需要在彩色世界里找到四个对应的圆盘来帮他解密，还有一个在课桌上。最后旋转好后，密码就呈现这个样子。想省事直接过关的宝贝们，抓紧截图，成功把蛋搭子救了出来。别眨眼，接下来是快速通关的方法。拿上书房的木棍，你们可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了，将下水道疏通，接着让蛋搭子来到钟摆下面拿钥匙，这一步很关键。拿到钥匙后，我们去开仓库的门。为了方便观看，我通关了很多次，转换了多次视角。在灰色世界拿到苏小药水去厨房，打开按钮，谜题就出现了。这里也是整张图最烧脑的地方。不过我也是直接使用我的最快通关技巧，那就是把答案背下来，哈哈。经过我输了9981回，已经把密码背下来了。那就是4233。打开柜子后拿上钥匙，这样彩色世界的仓库门就可以打开了。帅蛋搭子从仓库里拿出梯子，帮助灰色世界的小伙伴从梯子上去碰到画像。接下来帅蛋搭子小磊那边需要在彩色世界找到6个不属于彩色世界的灰色物品，钥匙集齐不了6个，直接拿钥匙或者梯子充当就可以。扫帚也是，找齐后2个世界会飞出来蝴蝶，双向世界关闭又看不到小伙伴了。最后需要解密4个指南针，灰色世界这头需要找到4个空心圆的针，将4个密码结合告诉小伙伴就可以过关了。赶紧艾特你那些聪明的蛋搭子一起来闯关吧，评论区告诉我你们都能解密到哪里呢。我是小蒋，今天不吃东西了。今天郑重告诉大家，我这20万的潮流度账号要退游了。如果不退游，僵尸博士就会让大傻蛋在蛋仔圈消失。最后一期视频，想给粉丝们个福利，挑战和粉丝互换账号，让粉丝体验一下当主播的感觉。想登录我全皮账号体验的宝子，麻烦帮我视频点个赞，评论区扣一，留下自己的蛋仔姓名。这么多人想参加，我也是在评论区筛选出了一位真爱粉。现在我登他的账号，他上我的账号，去看看他在我的账号上干嘛。我去，这么疯狂吗？岛上满人，差点就进不来了。影少被这么多粉丝追击，感觉怎么样？帅呆了。他好像还蛮享受的，居然还拿我的账号和粉丝开双排。哼，我好像把把连跪。果然巅峰一出来就被粉丝针对了。不是你有什么实力啊？你只。坐下。哎呀妈呀，这互换账号怎么还是个男粉丝啊？完了完了，这下不仅掉粉丝还丢大脸了，得赶紧找他换回来，别给我出什么岔子。稍不留神儿，怎么人不见了？好家伙，在水池里是吧？这是在拿我的账号背着我勾搭女蛋。救命啊，这视频一出，粉丝们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？又跑哪儿去了？看看他这次在庄园，前往看看那小子又搞什么鬼。等等，这是大傻蛋。没想到这位男黑粉上号第一件事就是去帮我找大傻蛋，而不是拿着我的全皮账号在岛上炫耀。我真的哭死，都最后一天了我就要退游了，还这么动情。等等，这是喂，你俩先别走啊，这是我的账号。大傻蛋你可千万别赢啊，要是赢了我就亏大了。不行，去看看他俩打的怎么样。一进来就看到这这是我的实力吗？没开二度真是吗？这里不知道哪个小学生也在观战，我居然还开了全麦，他讲话我真的笑死。真是吗？我也想加你，只不过现在粉丝在上我的号，真想知道这位幸运的粉丝发现自己上电视了是什么感受。这是在诅咒我被淘汰吗？我淘汰跟他的大小单，给他点赞，你的粉丝都不加个好友的。原来是在抱怨我不跟他加好友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决赛，宝宝蛋又开始吐槽了。这里可能因为粉丝第一次登录我的账号不熟悉，不小心掉下去了。结果头一次遇见粉丝在自己喜欢的主播被淘汰的情况下这么开心的。你小子等我回账号，别让我逮到你是谁。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的秘密。不是，他要上我号跟大傻蛋说什么？宝贝我爱你。不是吧，救命啊，这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不是这样的呀大傻蛋。
我是小蒋，当我退友后，我的蛋仔居然变成了人机。对不起 JK 妹，这是我最后一天上蛋仔派对了，因为僵尸我是威胁最后一次领邮箱。结果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个好心的黑粉给我送的可莱鸭？不会是昨天没理大傻蛋来和我和好的吧？就在我想搞清楚是谁送的皮肤时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哟？还不退游不死心啊？听说你小蒋连日本进口水都喝，怎么不去喝真的核废水啊？瞧你这一天没人点赞加关注还被人喷的样，呵呵，可怜你有多少点赞，我这全屏账号借你玩几天怎么样？姐妹们，小心心点起来，觉得我能突破30,000赞，借僵尸博士账号玩30,000天的宝子们扣个一，不能的扣个二。切，没人帮你的，我劝你还是赶紧退游吧，不然我就让大傻蛋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最近你一上线，大傻蛋就会立马消失吧？你难道都是你搞的鬼？赶紧退游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既然如此，宝贝们，为了大傻蛋，我决定退游。当小蒋退游后，他的蛋仔账号居然在线，而且还在自己开电分赛。哈哈，总算不用被那傻蒋控制了。就我主人这菜鸡的技术，何年马月才能上凤凰蛋啊？现在他退游了，我总算自由了。原来在我退游不在的日子里，他玩得这么开心啊！会找别人一起打巅峰，一起看星星，他好像一点也不孤单。那我为了大傻蛋，以后再也不会上线蛋仔了。你主人呢？主人他已经好久没上线了，居然还会找大傻蛋陪我玩，陪我玩，大傻蛋陪我玩。可是大傻蛋那不是我本人啊，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俩在乐园炫技术。大傻蛋你好厉害啊，这种老六图你都能过。也好，只要我退游了，大傻蛋就再也不会消失了，以后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俩，我也知足了。由于我太久没上线，小江姐姐账号被系统注销，变成了人机。你们说我真的该退游吗？